天上那个呢，好像这个，它结果感觉都不太好。因为我如果现在后上那个白色，那可能我这里就会去反射白色把这个紫色做淡。那如果我先上白色，那到时候这里会有跟紫色的斑点在上面，这个是不是我们要的？那颜色可以先预知吗？还是无法预知？颜色可以先预知吗？颜色？如果你操作很稳定，那 OK。但是有一些我因为我放在这边哈，阳光很强又很热，那有时候就会。